主料，丝瓜200克，油条一根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姜蒜、香菜、生抽、五香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好所有食材，丝瓜削皮切条状，油条切短4开即可，姜蒜切好，热锅烧油，爆香姜蒜，丝瓜倒入锅内小炒，5分熟时倒入油条一起炒，可加少许水，炒好的丝瓜与油条放入调料炒均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这个菜可加水也可不加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